日咧，教会提议我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咧较为特别嘅吓。大家睇呢一个我哋程序单嘅大纲第二页咧，就见到啦。个题目叫做《我看神给城北嘅二心意》。咁啊，本来俾我题目就话神给城北嘅心意。咁我心里谂谂唔系好对路吓，即系我够胆边度够胆讲神点谂法啦？不如话我看即系吓，即系我觉得。咁啊，神应该系对城北堂有啲乜嘢嘅心意？咁呢个题目咧，就你话难讲又得，容易讲又得啊。容易讲系因为呢个题目咧，即系随便讲啲嘢都好多嘢讲。咁上一个月我先同大家讲咗，即系启示录七个教会系嘛，记得嘛？七个教会都系圣经里边神对教会嘅心意，即系要讲嘅都讲晒噶啦啊！仲有咧，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？我第一次嚟城北咧，系二十年前嗰次咧，就唔知陈牧师仲记唔记得？嗰次城北请我嚟讲道，嗰阵时仲未系同大家做呢一个牧者。嗰次咧系嚟讲道，咁嗰阵时仲系一个城北堂，嗰阵时咧仲系借一个好似学校嗰个 gym 嗰度嘅，仲要咧开晒嗰啲接凳啊咁样吓。咁我讲道，咁陈牧师咧就帮我英文翻译嘅。我第一次見阿陳牧師，我心裏面諗嚇，啲牧師好嘢喎，英文咁犀利嘅咁。不過佢中文又唔好聽得明我講乜。咁咧就咁啊廿年啦，而家就好犀利啦。而家中文、英文又好嚇，咁我啲中文咧就都冇乜進步，英文又冇乜進步。咁啊，所以同城北其實好長嘅日子啦嚇、啊。你諗唔到嚇、啊，跟住喺十幾年嘅裏邊，神就安排我同陳牧師啊、黃牧師啊，大家當年嚇、啊、第一次見到面嘅人咧就。成為同工嚇，同大家，所以我對城北當然係特別有感情嚇。今日講呢個題目咧，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挑戰。我唔打算講啲咩新嘅嘢，因為神嘅心意又唔係在乎新又舊，係咪？要講嘅都講曬。咁我就諗咗好耐，我就總結嚇，我覺得認為係最核心嘅、最重要嘅嘢同大家講好嘛嚇。咁好似自己屋企人一樣，攞個心出嚟同大家講嚇。咁就。究竟喺神嘅心意，即係話我哋從聖經，當然一定要回翻到聖經嘅神嘅話語裏面先知道神嘅心意。咁我就用咗頭先咧係《使徒行傳》裏面嘅一啲嘅經文，加上咧神喺新約聖經裏面所講嘅説話咧，同大家互相嘅勸勉。我哋先祈禱先，我哋求神嚟到對我哋講説話。我哋主，我哋嘅神，我哋多謝你俾我哋今朝一齊嚟到等候你，要聽下你對城北堂嘅心意。求主让我哋打开圣经嚟到阅读嘅时候，唔单止台下嘅听到，台上讲嘅人都听到你要对我哋嘅要求。求主你自己更加用你嘅圣灵感动我哋每一个人嘅心，将呢啲嘅说话、呢啲嘅真理就讲咗好多次，但系真正能够感动人心、能够有所反省、能够切实遵行嘅，主啊，仲系你自己嘅圣灵嘅工作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哋，进行你自己嘅工作。让我哋喺你面前同感一灵嘅听见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呢度咧系我同大家有四方面啦吓 ，A、B、C、D 好简单吓，咁就呢四方面里边咧，第一方面咧，我觉得系比较最总括嘅。我一路都谂，究竟有啲乜嘢嘅圣经，系有啲乜嘢嘅。重點可以將到神對一個教會，亦都對我哋城北堂嘅教會嘅要求總結起上嚟咧，咁樣我就最後咧就揾咗《使徒行傳》頭先我哋所讀嗰段聖經第二章嘅42節，42節嗰度咧講到初期嘅教會開始之後，落咗一個咧係好簡單但係好全面最重要嘅總結嘅描述。佢話當時教會係點嘅咧？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相通，擘饼和祈祷。这里呢我间了，你们看到了三个方面。第一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有真理的，从神而来的真理的，持守真理的。第二，他们是彼此相通，擘饼，佢哋有爱嘅团契，即系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、信徒之间有爱嘅团契。第三，佢哋系祈祷，系一个有祷告嘅教会。我知道呢三方面一啲都唔出奇，都冇乜新鲜，但我觉得呢三方面一个
亘古不變的真理，我好想咧用少少或者我多少少嘅時間咧，同大家再講多幾句嚇、啊。你唔好覺得呢啲係三幅皮嘅説話，因為聖經係咁講，我就要按照聖經咁講。我唔想講啲新奇嘢嚟博大家嘅喜歡或者博大家嘅留意。第一，聖經嗰度話佢哋恆心遵守使徒嘅教訓。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要有真理的。使徒的教训当然就是他从耶稣基督，即是这班使徒从主耶稣基督所得到的教导，就教给他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恒心遵守。即是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是重视圣经的，即是神自己的真理就在他圣经神的说话那里。你話誒，我都聽到好多噶啦。邊間教會唔重視聖經？唔係噶噃，重視聖經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嘅。啊，我係讀教會歷史嘅研究嘅。我話俾你聽，我亦都喺過去呢三十幾年喺世界唔同嘅教會裏邊有侍奉，有所以認識都算幾好多。總結起上嚟，我真係想講俾大家聽一個好重要嘅真理。如果你唔服嘅咧，你諗個例子嚟都推翻我啦。就是我未见过一间复兴的兴旺的教会是不重视圣经的。是吗？从旧约开始，几时以色列人回到神的说话就几时复兴。新约教会历史里面这二千年的里面，哪一个时期无论是中外的教会，哪一间教会它重视圣经，看重圣经的真理的，那间教会就是兴旺的。相反嚟講，嗰啲唔睇重聖經嘅，以為自己好先進嘅，以為呢個社會嘅潮流唔興噶啦，嚇咩係去神話化，盡量唔好講咁多神蹟啊！啲人唔中意聽呢啲嘅，要科學化嘅。總之，我歷史上面我哋見過好多啲教會冚唪唥都執曬啊！老實講，我去咗歐洲、去英國、去德國做咗好多嘅學習研究嘅時間，去到好多好靚好大嘅教堂，嗰啲以前曾經係好興旺嘅教堂啊，而家做咩嘢？而家攞俾人參觀啊，冇噶。点解啊？因为喺佢哋嗰个嘅成个教会一个发展嘅过程当中，佢开始唔重视圣经，重视咗其他嘅嘢，冇重视圣经，唔尊重圣经嘅，曲解圣经或者将圣经投降咗，去迁就当时社会上边一啲嘅言论啊睇法嘅教会。我话俾你听，始终历史系淘汰咗佢哋嘅。你話咩原因啊？我唔想同你慢慢研究呢啲社會學、歷史學，我想同你講一個屬靈嘅原因，就係、是、神唔喜歡嘅教會，佢係唔可以興旺，就咁簡單。你唔尊重神自己嘅話語嘅教會，咁你話我哋城北堂會唔會咧？哦，我哋可能我好尊重神嘅教會，呢個肯定係。我哋係時常都有神自己嘅説話，我哋嘅崇拜嘅裏邊，我哋嘅主學裏邊，同埋我哋好多嘅係訓練嘅裏邊，譬如我最近有呢個生命之道，呢啲係好好嘅，好好嘅。不過我又想講多兩句添。重视尊重教会的尊重圣经的神自己的话语的教会，是要好像初期教会这里所讲的，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恒心遵守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单止是知道，不单止去听到，并且他们是做的。遵守吗？做的，他们恒心遵守的，认真来到做的。这个我想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没错，我们这个我们城北堂都好多圣经的课程，好多这些东西，但我们应该绝对不可以停留在只是研究兴趣和知道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现在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讲，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里。我们当然要知道，我们当然要研究，但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不算是遵守，不单止是不是只是遵守，我们没有一个恒心来遵守。这个我不是讲的量的问题，我不是问你懂得多少圣经的问题，你可能懂了很多个圣经，但问题你有多少你是做到出来的遵守。不是讲 quantity， 现在讲的是 quality。 有时候你会记得你一生当中其实是有几节圣经的，有几节你真系经验得到佢，试过佢嘅真实嗰种，好似圣经里面所讲嗰种嘅神自己话语嗰种嘅甜蜜嘅时候咧，嗰、那个系影响你一生，唔使一定好多嘅啫。啊，你记得
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嗰度讲咗三节圣经，数六十七、十八节，每节圣经好短嘅啫嘛。圣经要求我哋乜嘢呢？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嘅祷告，凡事嘅谢恩。跟住圣经话，因为呢个系神喺耶稣基督里面对我哋嘅心意。OK， 三句啊，你明白我想讲咩？你做到一句啊，你一生都受用无穷啊！你能够常常喜乐，你真嘅、哦，常常喜乐啦！我唔想再解啦，系咪？你能够做到不住嘅祷告，仲有呢，凡事嘅谢恩，样样事情你都可以感恩。你只系做到其中一样啊，你嘅生命就无穷嘅祝福。圣经就系咁样，所以一个真正嘅合神心意嘅教会，佢对圣经、对神嘅话语嘅重视，唔系单单喺知识同埋研究同埋上班上堂，而系佢喺个圣经里边边一句说话，你今日翻屋企动高床板嚟谂，真系你同埋我都要咁做。有几多节圣经你能够讲出话呢节圣经我经历过，呢节圣经系真嘅，因为我知道呢节圣经喺我生命里边曾经发生过啲乜嘢咩嘅力量。有几多句？呢个系一个重视圣经嘅教会一个要求。仲有头先我哋讲话佢哋系遵守使徒嘅教训。头先我话使徒嘅教训冇乜特别，即系使徒教训咪即系关于耶稣基督嘅教训咯。不过如果你等翻你当时嘅历史嘅背景，你知道一啲都唔简单。使徒教训啲咩？使徒教训就系嗰位耶稣基督俾犹太人钉死十字架嘅嗰位耶稣基督，佢就系嗰位嘅尼赛亚。喂，这个信息啊！正如我哋喺第二章见到彼得嗰个讲道啊，五旬节嘅讲道里边，这个信息其实喺当时嘅社会里边系受到好大嘅反对同埋迫害噶嘛，因为系嗰啲犹太人、犹太教佢钉死耶稣噶嘛，佢认为耶稣系假噶嘛，佢认为耶稣系大逆不道噶嘛。而家呢一班嘅信徒，佢就要去坚守呢一种嘅睇法。老实讲，当佢讲呢样嘢嘅时候，佢嘅屋企人、佢嘅社区都会好反对佢。佢要付好大嘅代价，就攞条命嚟做付代价嘅。因为见到保罗讲啲嘢嘅时候，咩啲人喺度石头抌佢嘅，要打死佢嘅。因为佢大逆不道，传耶稣就系嗰位尼赛亚，而耶稣佢哋钉死嗰位就系复活嗰位嘅主。佢哋系用个生命嘅代价嚟到坚守佢哋嘅信仰嘅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佢呢一句说话，佢哋恒心。嚟到坚守遵行使徒嘅教训，本身系面对一个好大嘅社会冲击。今日你同埋我作为一教会里边所听到嘅信息，会唔会喺度因为呢一个嘅真理嘅缘故，你有一种嘅系独排众议嗰种嘅勇气啊？去面对周围世界，你哋咁睇，不过对唔住，我喺圣经里边，我喺神嘅话语里边，我仍然坚持我有我嘅原则，我系咁做嘢，我系咁样睇嘅。然后你会受到好大嘅损失。甚至要付个代价，你话我愿意，因为呢个系神嘅真理，有真理嘅教会，有真理嘅信徒，神系喜悦嘅。呢个系第一个。第二一个系有祈祷嘅教会，有祷告嘅教会，我相信你同埋我都会知道系重要嘅。有时候我去过好多个教会，老实讲，真系嘅，入到间教会咧，我都算好有经验噶啦，即系几分钟，即系十分钟，我知间教会掂唔掂噶啦。即係有個氣氛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因為教會裏邊咧，佢重視神嘅説話；因為教會裏邊，佢嘅心係向住神嘅，時常以即係親近神祈禱作為佢嗰個嘅即係氣氛嘅。同埋教會更當然，一間我哋講話有冇大家弟兄姊妹之間，你見到佢哋傾偈啊，嗰啲聯繫嗰種嘅感覺，你一陣就知道間教會究竟係咪即係掂唔掂嘅。你教會入到去，你知道唔掂噶啦，已經嚇嚇、不過冇辦法啦，揾我講到咁啊，係都要捱埋落去嚇、改唔到噶。即係呢、這個。一睇到嘅，佢对神嘅心系点啊？祈祷当然系重要，我唔系讲紧话有几多人去祈祷会，当然有多人去祈祷会系好嘅。我喺中国，大家知道好多时候喺中国唔同嘅教会里边有讲道啊，有服侍啊咁样。呢啲教会即系大陆嘅教会，大家知道好多时候咧，我哋话系好兴旺，系有啲教会令我哋好感动嘅。去嗰间教会咧，佢差唔多2000人。